再相见，拜。现在在演戏哦，没有办法过主，还有你妈家的场景都还没有找到。没有礼貌。去哪里？哎呀，我要去演一出更赚钱的事。我也去，欠我的钱，给你 discount。哎，走走走走走，我也要去。小时内把地址传过来。爸，怎么提前来也不跟我打个新招呼？这叫出其不意，攻其不备。伯父，小李啊，立正。晓得你们新加坡有军训，蛮好。小姑娘养啥养子嘛？小李啊，年轻人谈恋爱不是游戏啊，对吧？结婚是大事情啊！我跟你说啊，爸，啊，我们就是吃一个团圆饭而已，能扯那么久？伯父，我听子红说，您就爱吃南方菜，正好我们新加坡就是南方菜系啊。我们有个习俗叫捞鱼生啊，而且侬也少干两句啊。哎，你这么开，什么时候到你妈妈家？就是，干嘛开那么慢？开快点。安全第一嘛。